有一个真相很多人都不知道，为什么上流社会的有钱人从来不穿束缚带，身材还特别性感有曲线。一直以来我们都饱受身材焦虑，可是有钱的上海富婆们哪怕是到了五六十岁也依旧性感迷人。他们从不穿涤纶做的廉价内裤，只穿瑜伽级的塑形美体裤缩腹塑形，可我们这些普通人直到现在也还在穿普通的廉价内裤。直到后来一家国货内衣品牌的崛起，才让更多人意识到，原来40岁产后发福的宝妈也能再次显瘦有型，让老公瞬间失去抵抗力，眼睛完全移不开。就是它，瑜伽级的高腰美体内裤，富婆一直在用的塑形提臀带被不计成本地用到这款内裤上，原因只是为了让国人有机会穿上真正专属自己的塑形美体内裤。如果你也想拥有迷人好身材，真的可以试一试，连续穿一个月，你会回来感谢我。